剧十姐妹因为1947年同台演出《山河恋》而得名。请欣赏由海外越剧联盟主席乌素飞和副主席王亚梅带来的《送信》。越剧十姐妹因为1947年同台演出《山河恋》而得名。请欣赏由海外越剧联盟主席乌素飞和副主席王亚梅带来的《送信》。
是真情。